BTS 成员 V 和 Blackpink Jennie 两人数度被爆出恋爱绯闻，有济州岛同游照，还有在沙龙与镜子自拍合照，但都被网友认为真实性不高或像是合成的。但是不到一天，韩网今天又再爆出一张新的照片，这次是 V Jennie 在家里门前的大镜子前自拍合照，该场所也被推测为是 V 的家门前。由于过去 V 经常在同面镜子前自拍，真实度大幅提高，韩网讨论再度炸开。 V 昨天前往美国工作， Blackpink 也在今天将飞往美国参加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，两人一前一后飞往纽约，被网友猜测会在美国来场浪漫约会。但 YG 娱乐昨天才回应 Blackpink 行程很紧凑，渐渐否认两人约会传闻。 V 和 Jennie 到底有没有恋爱，实在让人雾里看花。